是老五，最近的天气比较热，今天买了一个椰子来炖排骨汤喝。这个椰子买了10块钱，现在我去把这个椰子处理一下。先把这个椰子水洗出来。先就起这个肉。这个就是椰子水，加一些清水。已经炖了有2个小时了，我现在看看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老五。